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为什么有些个医生没办法治疗的病，他求三宝加持他会好的？这个业障消了，业障消了，福报来了，不但病好，生活条件一切都起变化，业障消失了。说要看，那是要看的，这是四件相。有些病是治不好的呀，为什么？业，你所造的业因，现在成熟了业果，这才叫政治正见。我听到有些道友说我这么拜，这么磕头啊，这么念三宝，为什么还让我生病啊？让我遇见尽是不愉快的事儿啊！他会产生邪见的，这胡思乱想产生邪见。说三宝没加持，那信佛没得用啊！杯水车薪，你那个业障啊！一车的柴火烧了，就是你的业障有这么大，像一车柴火那么大，你种的扇子有一杯水，拿这个扇想把那恶业抵消，办得到吗？怎么办呢？家里的修善，念一声不行，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行，念一万声昼夜不停的念，什么都放下，等你这个业成长了，那个恶业低了，自然效果就大了。同时呢，你自己福德没那么大，念佛菩萨，佛菩萨的加持你，使你业障消失。但是最加持你的是你自心。你能念的菩萨，能念这个心，它已经变成积善了。实际上是你自己加持自己，也还不是菩萨的外力。如果我们推崇观音菩萨、地藏菩萨，因为你念啊，劝人家道友生信心，哦，菩萨加持力。同样的念，人家念十声，你念十万声，相差天远。但是人家十声的呀，至心诚恳一心，你念十万声，悠哉一呼，悠悠哉哉的念，效果不大。十万声不如十声，不要抱怨。好多佛弟子啊，在那个因果的关头，他没有深入，变成邪见，不悟因果。有些个他的目的愿望没达到，本来是信三宝的，这反倒撞回三宝。没达到他的欲望啊，他不知道你求的感还不够，因为你那个因呐、啊，过去那个因呐、啊，恶业啊太重了，现在你积累的这个善呐、啊，跟那业不相称，不相称呢，转变不动，转变不了。
那得怎么办？加倍的修善，那你善业力量大了，恶业力量消失了，消除了，一定相信善的因果。我们好多的道友们修道有障碍的时候，他不回顾他自己的业障，这是他的业而障的道不能成就，他反倒抱怨三宝没有加持，是绝对错误的，增加你的恶业。为什么有的道友他会有这种思想呢？业障很重，这是业障重的表现的另一方面。好多问题，我们那个信心的力量啊，没入位，不够。随着世间的烦恼、杂秽、杂乱的心转，不能随他的清净心来转变消除的业障。佛说这个十轮呢，这是我们最根本的十那轮，贪嗔痴杀盗淫妄言两舌其余那口，在摩尼基戒律上要求的，只要是你现生的行为能不犯四十就好了，但是没有讲华人您可不是这样子，是这样，要绝对深入到他本子，到他性体，你必须要达到真正的观想力。观想力啊，就是你修行啊，你修行的力量有什么力量呢？达到广大入法界，究竟入虚空，你到这有这种力量了，一切业障全消了，你彻底消灭业障，再不会有抱怨，再不会有杂语。某一个时期，如果我们倒立向前进了，业障也跟着来了，懂得这个道理吧？我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在这个观念上，道友一定要认识到，十那轮我自己心里想，我昨天晚上我想看着这大乘大的十轮讲这些个很粗糙，连我肚子饿了，有点小菜咸菜，弄两个窝窝头玉米馍馍，你马上就解决问题，吃饱了就点咸菜吃了，喝口开水就行了，肚子饱了，肚子很饿，你不吃，等六盘菜、八盘菜，或者面条包着饺子、馒头、花卷，没那么多东西来，肚子照样的呱呱叫饿。现在我们是什么情况？业障很重，不要把自己看成了很了不得，把自己看成了自己。一阵很重，道不成，修道啊，障碍还是很多。为什么我跟诸位说这样话呢？我们这一个法就是药，害病不要吃药吗？佛的法就是药。
制绝你的贪嗔痴，这是你身的业。不要因为自己剃发了、修行了、出家十年、二十年，乃至五十年，我出家七十多年了，照样没用。业障现前的时候，你力量还抵挡不住，业不能业障，跟你的所修的道力不能平衡。那个障碍多数的超过你的道力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触呢？现在咱们大家在这解下难句，用功，对，道力进步了，但是业障也随着它增长。有的道友向我讲，我们普世寺在这打天正拜，外缘很好，而是什么解缘的数字也很多，随缘的也不少，很多人都修善根，不错呀，善业增长，业障的障道因缘也会随之来的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凡是解下难题之后，真正修行了，我不修行还不现的，病苦就来了。什么原因？这件事儿，季节的性的问题，其实就是业的问题。我经常这样想，等你休息进一步，障碍就十步就来了。你进了一寸，道就高一尺；你进了一尺，道就高一，那个魔业就高一丈。说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嘛。是你鼻的，你鼻那个业障发现，那个业本来还不发现，因为你要很快成就。如果想着那业障就发现了，因此啊，在这个业障来的时候，这叫认识它，并不认识它，不认识它，你起反的结果，相反的道果。认识它了，就不为所害了，决定相信因果。所以佛跟大梵天说，大梵嘛，世面十种无一行法呀，这十那业的十轮呢，这个那轮要有，你想修定，十个有一个定修不成。不是说修了生死，连人类的天道的善根都不会有，所以那也转了，变成三那道了，不是三善道了。还能成就二成吗？能成就三成吗？能成就菩萨成佛的定吗？哪个定也得不到。所以这十种无一法，如果有一样有十那业，你修哪一行一点都成不了。欲界的善根呢，修个人天的果报都成不了，那还要想行那个三乘的道果，不可能了。我前头有的以前修的善根，
这是对天道说的啊，天道人道的三根，现在也退失了，天天成就的都堕失，那现在还能增长吗？佛门大梵天说，如果你行法的时候没有善法可依，就无一行啊，没有善法可依，那你没有依不依善法，那方而就因得法呀，因得法你造了种种恶业，你所行的都是恶业，这个实无一法呢，是不是没有善法可依，就叫无依，是吧？要修定的人，在这十种当中有一种想超过人天国，生人天的福报，我不能得到。说我们做人说吧，我无灾无害的过这一生，平平安安，吉祥如意，无灾无害的过一生。这个都得不到，得不到。你怎么样无灾无害的过一生？得靠的比上根呐、啊。你能把过去的恶业、不善的种子，把它都转变了，自然的善根生长，出离三界。何况欲界的人天的福报，所以现在我们作为道友能够共同的学这些佛法，学的中乘、小乘、大乘全都学了，无量生难得遇到，那遇到了学，我们不是要求成就的人天善根，不是为了人天的福报，也不是成个阿罗汉二乘的果报，也不是想成全乘的菩萨。现在我们学的普贤菩萨行吗？人人都成就普贤菩萨行，不求人天的世间果报。但是你这个菩提心坚固，永远不退堕。菩提心就是普贤行的大的觉悟心。同时呢，大的菩提心呢是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不是为我自己想得一点的好处。那愿什么呢？求什么呢？但愿众生得幸福。越是你困难的时候、环抱的时候、灾祸来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发菩提心，大愿心，说我现在受这个苦啊，愿一切众生都不受，那我替他们代受了。有这个大菩提心吗？当你受苦时候，人人都想脱离苦难，但是不但不求脱离，我还有发大心，我愿意一切众生都替他们受了，这是大菩萨呀、啊！这叫秘密法，我都把它说成秘密法。如果你这样想，当你苦难的时候，你不但想，而且这样去做，你跟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地藏菩萨、观世音菩萨画等号。虽然你地位没到，但是你这个心呢，达到了，心诚，一切法诚。
那我这两天病也很多，老跟病啊缠到一起了，很不舒服。不但我病，我身边的小道友，一个四舍病了，两个四舍是病了，我三个四舍病了，还一个走了，到外地去了，没了。你带病了，那我自己也是带病，我这么想。反正我还一个病也是病，两个病也是病，再多点也没关系，全都替他们受了。哎，你发了这个愿呢，身体不大舒服，心里很舒服。那心里一舒服嘛，那把病忘了。有好多的事情，我可以跟大家作证。你在苦处的时候，或者病苦也好，受难的时候，什么不舒服赶紧好。这个时候啊，你生道心，道心土地道心，越大越好，就是发大愿。完了翻回来时候呢，你心里头得难乐，得到快乐，得到享受。所以我可跟大家证明，我好多事都是这样，越在苦难的时候，还是得要在相续。我不能相续，怎么不能相续呢？那过那时候就忘了，那个大愿大恨啊，不能相续，只是一时的。这个功力不够不行，有长时间的正面上的相续，邪见呢，就得一起就断灭。人大心呢，才能渐渐地增长。大心大愿大行大慈大悲，不是容易的了。人人都想做，一进，遇到挫折了就断了，就退回来了。发了大心一发，发容易，但最容易失掉。坚持。不容易，坚持不容易。大道心、大菩提心、大愿，难发难持，容易失掉，而且很难得发。对境发心，没有境你怎么发不起心来？遇有境界相了。这要修善根，修善根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转变业呀、啊！我的大愿大心转变我过去的业呀、啊！为什么我现在想做什么都不如意，做不成？为什么业障太重？那你把业障消了吧，消业障。靠着你发大愿大心来发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想修善根，得把过去的业转变。我们修的一切的业呀、啊，都在这个十无一行里面呢，不是依着大菩提心生的了。现在我们讲的十一行。这些是第一种，还有呢，还有十无一行呢，不是大犯，又有十种无一行法，这个比禅的十业深了，比十那也深了，
这十轮意念的问题。意念的问题就是我们说普通说话吧，说你思想有问题，不错，全是思想问题，思想就是有问题。思想没问题的时候呢，过去的因都能转化，思想有问题，过去因呢转变不到。我们不要把我们或者一天念上五万声佛，磕上一万个头，不得了了。慢说你还做不到，你做到了，转业很困难，造业很容易，业造成了，把它给转变，把它消失了，很难很难。因此呢，佛又跟大梵天说，还有十种无依法，你修定的时候也修不成，也成就不了三摩地。我以前我要修的了，有了基础了，有了基础也会退失的。我们入位的很容易退失，为什么二乘人怕？怕退失，他怕行菩萨道，菩萨道没行，把我以前的道理都退失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实际上比前头难，太难。一者乐着事业，二者乐着谈论，三者乐着睡眠，四者乐着营求，五者乐着宴散，六者乐着妙声，七者乐着分香，八者乐着美味，九者呢乐着细处，十者呢乐着寻思。看来这些是随烦恼，在烦恼当中随烦恼，不是贪嗔痴的根本烦恼，就是随烦恼更难断。就是这十种啊，随便你有一种，你修定修不成，就是你修道成不了。大梵天你应该知道啊，这十种无依法，要是修定的人，虽有一种，三摩地成就不了。是吧？以前修成了，以前修成了，现在也会失掉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这十种，有一种，就会失掉。是把过去的所有的好处失掉了。现在好处还没修成，过去的好处也失掉了。这十种只要有一种，加上前头的十烦恼，加上这个十个，二十种无依行法。例如说创业事业嘛，现在在社会上谁不想成名啊，成家呀，创个事业呀，开个公司啊，又发财又享受，谁都愿意，放不下，就世间法放不下。我已经出了家了，做了比丘尼了，照样的，一样。
对我来说，说建庙，道场热热闹闹的，事业，这是事业。我了生死，了生死去休息吧，这个了不了生死。我大菩萨，大菩萨他在这里头要利益众生的，他不愿执着众生，他做事业当中，他告诉你，这个不是真实的啊，了不了生死，不言佛不会这样说，懂得吧？我记得没有打天上灾之前，我跟大家说过，佛门以无事为行政，我打在工作嘛，看你什么用心，来考验你，考你用什么的心来做这趟的佛事，做佛事。做佛事不好吗？不是了生死的佛事哦，什么呢？乐着事业，世间的佛事。什么叫佛事？还有时间啊？有啊，佛事有时间事业啊，有出世间的佛事啊。说佛门以无事为行政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正道得多。成就的很多，我现在不就是叫末法呀，说的很热闹，做的很热闹，成就的没得，而了道的没得，成道了没得，还有乐作呢谈论，我谈天说地谈起来，三正十二部专注法师啊，谈得微妙得很，能说不做，说能成道吗？我让人知道我行菩萨道，菩萨道是成就才成的，光靠谈论呢不行，要能够在谈论，我们讲谈论的各地方言不同，有时候聊天，有时候送盒子，有时候闲话，这个不同。谈论是辩论道理，辩论什么？把那个骨子的皮子吹掉，看他真实的这种谈论呢，辩论。佛为什么说谈论不能够得定？他在文字语言，如果不是修道者的话，细论佛事，谈论当成细论了，不是了道，不是谈论，把毛病啊除掉，我真实去行，这种谈论。第三种更不可取了，那一天的睡大觉，乐着睡眠，但是你在集体里头不行。我曾经跟我们几个住山的道友互相批评嘛，那是半开有细论的谈论的样子，本来住山里24小时都要修道的，24小时都在睡大觉，那你在山里住着干什么？吃饱了就睡觉，吃饱了就睡觉，啊，肚子饿了起来就吃，吃完了再睡觉。大家没住过山，为什么人说
不破产，没有破产的不用住山，住山的一个人睡觉也没人管，什么山里多清静啊，睡起来没有惊动啊。嗯，对，睡眠，哎，最喜欢睡觉，我最喜欢谈论，最喜欢事业，乐作赢球，攀名攀利，有求名求利嘛，就是第四种。还有喜欢鲜艳的颜色，我到福建，我看所有各个庙，可能大家到过福建的看看庙，修庙修底下的房杆那会儿钱不多，看看那些庙顶上，那真是五颜六色呀，鲜艳的不得了，都在庙顶上的，修庙顶上的钱，我问过好多，比修庙比修那个殿的钱呢还多。我面前这木头嘛，石头嘛，水泥嘛，钱不多，上头的庄严，我批评他的时候，我一个大哥说：“你晓得什么呢？你还当法师呢？庄严佛世界你都不知道。”那我只有我惭愧了，庄严佛世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这是庄严佛世界。有些南方寺庙，庙上头各种颜色，不是殿里头，那是庄严佛世界。但是我所知道的阿弥陀佛庄严佛世界，要是琉璃佛庄严佛世界，不是这样庄严的，那我也不能跟人家辩呐，人家庄严佛世界啊，大菩萨心呐，大菩萨心。但是呢，佛陀说这是起着焰色。六者是声音，现在佛教界也提倡跳舞，看见佛经很多天女啊跳舞，第四天呐、六欲天呐、音药啊、五声啊，微妙得很。那跳舞迷人不迷人呐、妙声啊、歌声啊，迷人不迷人？确实迷人，着迷的。我记得唐朝有位大寺八大诗人之一的刘禹锡，他名字叫刘禹锡，他被皇帝贬到苏州，那时候苏杭和当边疆一样的，被朝中国的贬到，把长南当成最了不得的圣地，从长南贬到浙江苏州，要现在把那贬到苏州太美了，说苏州是天堂啊，那个时候不是。到苏州当什么官呢？当刺史，有地方的最高长官。但是刘禹锡是朝中的大官了，他说贬了的。到了地方上去了，地方的长老啊，长老啊，就是那种原来在朝中退下来那大官，大官。那时候唐朝讲司空、司徒，官最大了。他退居了，他是苏州人。那地方官来了嘛，这个。司空啊，这老大人请他吃饭，请刘禹锡吃饭。吃饭，古来吃饭的时候要做要地了，要歌舞了。让大家看餐厅没有？你这边吃饭，那边跳舞啊，舞池里跳舞，那有舞女跳舞。
那这个刘禹锡为这个刺史请他吃饭呢，侍奉吃饭时候，中间有个跳舞的舞女，这舞女跳得太好了，唱的音声太美妙了，这刘禹锡啊，啪一下听到了，简直又感动又干什么？我回头看他的老爷老司空啊，自古睡着了，啊，没有天。后来他就感叹，他做一首诗，就是诗啊：高卷云髻红样妆，轻歌一曲杜为娘。这个舞女啊，歌女叫杜为娘。司空见惯胡弄无事，我说老司空啊，他天天听天天唱，一点都没影响，他睡着了。他说但是我呢很难受不得了，痛断苏州刺史堂，他说我把心呐都痛断了。这两个境界，一个是勒索长子堂，一个是没有这么回事儿，他睡着了，我心不在焉，只睡得着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经常拿这首诗啊引证，引证某学佛者，咱们在这祝福是唱面打引磬靠宗时候，咱们这些个天天上殿的无所谓了，根本无所谓。曾经我有几个皈依弟子跟我讲，他说师父啊，我到这儿跟着打灯普佛，我这心呐，哈，感动的，激动的不得了。我就说，我说你前生啊，当和尚或者当比丘尼，因为你堕落了，现在又回到欲道的这斩除道。我经常用这个例子举那个刘禹锡那个例子，但是我们天天在这唱，连引磬都没什么，但是我们现在很久都没唱华严字母了。我天天唱华严字母，你不敢怎么样。如果我们现在哪一座时候唱上华严字母，大家听见非常感动。我不晓得你们，五六年了吧，七八年了，五六年了。不是我们这个维诺，我看有个老维诺，他上华严字母。那时候啊，很久都没听到华严字母了，他一唱啊，我感动得不得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华严字母唱的很少，而且能唱到那个，引证那样唱，这是入了法界了。把你唱入法界，就想到这么时间过了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唱讲华严，力弘地藏。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，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面遭扑杀，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
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。于是，另安置近300只狗儿，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七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，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，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戾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牧羊豹。在边境的一个寨子里，有一个专门负责放羊的羊倌老张。他原本是城里的一位小主管，因为犯了错才被下放到了这个偏僻的寨子里。寨子里的人见他年纪大了，便给他安排了个放羊的轻快活。老张，你得了个什么宝贝啊？怎么走得这么急啊？刚才在山上遇到了个年轻人，从他那里换了一只小猫，正好家里有老鼠，我把他带回去抓老鼠。哎呀，这个小家伙应该刚生出来没多久，能养活吗？怎么养不活？只要多喂点羊奶，再让阿佳帮忙照顾一下，几个月时间他就长大了。阿佳是老张的牧羊犬，不过年纪有些大了。这个阿佳心肠极好，前段时间寨子里有位老猎人的猫产子后没几天便死掉了，当时就是阿佳扮演猫妈妈的角色，将那几只小猫养大。没错，你的阿佳可是最优秀的奶妈，不但能养小狗，还能养小猫的。不管是小狗还是小猫，它们哺养的过程大同小异，有阿佳的照顾，这个小家伙很快就会长大了。说着，老张带着他回到了自己的屋子。老张一进屋子，牧羊犬阿佳便摇着尾巴凑了过来。老张伸手摸了摸阿佳的脑袋。阿佳，你看我又给你带来新的同伴了，这段时间又得麻烦你了，这个小家伙还得由你来抚养长大。谁知道阿佳的鼻尖刚快触碰到小花猫时，便突然惊慌地后退了几步，他双目圆睁，尾巴竖直，呜呜地冲着小花猫发出低沉粗哑的吠叫，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。阿佳，你干嘛呢？别闹了，趴下。阿佳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莫非是这个小家伙有问题？难道说他并不是一只小猫仔？我还是把老猎人阿桑请来，让他辨认一下好了。阿桑是寨子里年纪最大的猎人，他大半辈子都在和野兽打交道，熟悉各种飞禽走兽，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动物专家了。这哪里是猫呀，这分明是一只小花豹啊。阿桑，你不会认错了吧？那个人竟然用一只小花豹换我几条红薯。这还能认错吗？你看他的个头比猫仔大，尾巴比猫仔长，耳廓圆而硬，眼距也比猫仔要宽一些。没错，他真的是一只小花豹。老张，你这次真是赚到了，你若是将它卖给动物园，那可是能赚不少钱呐。它太小了，怎么能去动物园呢？我看还是先将它养大一些吧。这样也好，如果是一头大豹子，那动物园开的价格会更高，
以前家里的小猫小狗都是阿家照顾大的，可是这只小花豹让阿家很焦躁，我怕它不肯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伙。这好办，狗都是通过气味来辨认敌友的，只要你把阿家的尿液涂在这只小花豹身上，阿家嗅到熟悉的味道就不会焦躁了。嗯，有道理，我就照这样处理。老猎人阿桑的方法果然有效，当阿家熟悉了小花豹身上的气味后，便不再狂吠乱嚎了。他像过去接纳其他小动物一样接纳了小花豹，担当起了母亲的角色。转眼间三个月过去了，这只小豹子已经到了学本领的年纪了。通常野生小花豹三个月大时就会有母豹带着走出巢穴，熟悉四周的环境，在母豹狩猎捕食时会躲在草丛里观摩，平时会与兄弟姐妹们嬉闹打斗，学习扑咬技巧。我才感觉到奇怪，最近他越来越调皮了，每次我带着阿家外出放羊，他总是急得在院子里跑来跑去。他是想跟着你们出去啊。老张，你不能再将他独自留在家里了，我看你还是趁早将他卖掉吧。他还小啊，再养一段时间吧，大不了我放羊的时候带着他。就这样，这只小豹子被老张带着一起到山上放羊，结果当他看到牧羊犬阿佳管理羊群时，竟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会目不转睛地看着阿佳开启羊圈，带羊上山，撵羊归群，就好像一个很用功的学生在专心听老师讲课。几天后，他竟然也开始学着牧羊了。小豹子用头打开栅栏门，羊开始从羊圈里争先恐后地往外跑，小豹子左扑右跳地控制着羊群。天哪，这个家伙竟然学会放羊了，他的本领是你教的吧？你这是想让他来替代你吗？或许阿佳已经感觉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，于是便将牧羊的技巧传授给了小花豹。就在小花豹可以独自放牧的一周后，年迈的阿佳走到了生命的终点。从那以后，牧羊的工作就交给了小花豹。老张，你的羊群最近又壮大了不少啊。当然啦，自从小花豹帮我牧羊后，那些猛兽都不敢袭击羊群了，羊的数量当然会越来越多。是啊，你家的那只豹子已经长大了，一豹二山猪三老虎，豹子在山林里的攻击力可是数一数二的，有它看着羊群，那些野狼什么的哪里敢靠近啊。而且有小花豹守护着羊群，我还敢带他们去山谷那边，那里的草又鲜又嫩，每次羊群都能美美的饱餐一顿。山谷的那一边，那条路可难走呢，而且经常有野兽出没。老张，你带羊群去那里太危险了。这里的草已经不够羊群吃了，只有去那里他们才能吃饱，一路上只要有小花豹保护就不会有危险的。景山谷有一段长约500米的小路，弯弯曲曲绕山而行，这段路既崎岖又陡峭，不过对于山羊来说这路并不难走。然而今天这条路刚走一半，最前面的那头公山羊便停了下来，一个劲地叫着不愿前进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不走了呢？天哪，好大的一条蟒蛇啊！面对这条巨大的蟒蛇，羊群乱得像锅粥，山道狭窄，这样下去肯定会有一些羊被撞下悬崖摔死的。糟糕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羊群自身骚动带来的损失可要远远大于野兽袭击，我得赶快想办法稳住才行。这时候一只羊被挤到悬崖边，它一脚踏空，吓得咩咩乱叫，众羊也惊慌地一起叫着。不好，整个羊群完全失控了。就在这时候，
小花豹闪电般的一下子窜到了最前面，他朝着那条蟒蛇大吼一声：赶快让开路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怎么，你也要吃这些羊？我说小豹子，这里的羊那么多，你补你的，我吃我的，我俩互不相犯，你认为如何？只要有我在，这些羊你一只也别想伤害。我没听错吧？难道你在保护这群羊？没错，我就是在保护他们。这真是天大的笑话，我只听说豹子吃羊，保护羊那是狗做的事情，你究竟是豹子还是狗啊？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究竟是什么。说完，小花豹一纵身朝蟒蛇扑去，对蟒蛇发起攻击，一下子的功夫就将蟒蛇给赶跑了，顺利保住了羊群。怎么样，他厉害吧？现在他就是一头牧羊豹，我看以后羊群就由他看管好了。真是没有想到，一只豹子竟然能乖乖的牧羊。可不是嘛，牧羊豹，这真是不可思议。老张，我看你的这只牧羊豹能够上新闻了。祖祖辈辈的羊倌都是靠狗帮忙放牧羊群的，从没听说过有什么牧羊豹。我这大半辈子同野兽打交道，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秉性，豹子就是豹子，喜欢吃羊，一万年以后也是改不了的。你的那只花豹也许短时间里能替你照看好羊，可我敢跟你打赌，时间不长的，最终它会让你倒霉的。老张，听我的话，趁早把它卖给动物园吧。不行，它是我从小养大的，我可不能把它送到动物园。随着一天天的过去，老张感觉它产生了一些变化，小花豹经常会对着远处的山林发呆。小花豹，你发现什么了吗？老张，最近山谷那里好像出现了一头豹子，你不要再到那里放羊了，会有危险的。难道小花豹感觉到了同类的气息？哎呀，看来他真的把山里的豹子给招来了。果然没过多久，一只母豹从山林里窜了出来，他看到羊群后显得欣喜万分，小花豹窜了过去挡在了他面前。哎呀，不好，真的遇到豹子了。小花豹应该能对付得了这只母豹吧。然而小花豹看那母豹的眼神，由一开始的凶狠很快变得温柔了起来，他竟然抽着鼻子朝小母豹嗅着。哎呀，现在正是豹子的发情期，看来小花豹看上那只母豹了。这样也好，它终究是只豹子，是该和同类回归山林里。老张刚想到这里，那只母豹突然对着小花豹吼叫了一声，然后眼露凶光朝羊群看去。小花豹一愣，也朝羊群看来。哎呀，不好，小花豹不会是中了美人计要来攻击羊群吧？母豹突然又朝羊群冲来，小花豹一愣，然后挺身再一次挡住母豹。母豹一脸疑惑地看着小花豹，那只母豹每一次进攻都被小花豹挡住，这让老张有了充足的时间赶着羊群离开了山谷。这一次羊群里的羊虽然还是一只未少，但小花豹却没有回来了。小花豹，谢谢你保护了羊群，也祝福你未来的生活能够幸福。